佑嘉念高中时，爱上了大他20岁的老师昌达。那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老师讲话还蛮好笑的。要跟他讲，他不会师生恋的，大哥还是真的。交往6年，老师变成了老公，但佑嘉却开始后悔。当他的学生哦，比当他的家人还要幸福哎。关系改变，感觉也变了。两人对于家庭的经营一直没共识。哈，这个家让你很不快乐吗？丈母娘对女婿也感到失望。刚开始很诚意啊，事实上做的我就没有看到。夫妻俩的待客之道也意见分歧。不会做成这样，你看这个香奶在念什么？神秘嘉宾的到访，逼着两人在餐桌上真情告白。哦，我倒想一件事，他是对不起他。我有记得那一天，你居然抛下我。你看多心酸。从师生恋到夫妻情，有多少困难和委屈？师生恋的家庭故事，就在周五晚上9点，公视13频道，谁来晚餐？